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是 FM89.7 民生之声。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《民报之声》，《民报之声》拜一到拜六，暗时9点到10点，在这给大家服务，欢迎收听。各位听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民报南部的特派员陈俊廷。最近吼，上热门的议题吼，当然就是咱的课纲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吼，继续要来和大家吼，来一个探讨课纲的议题啦。啊，这课纲的议题吼，咱今仔日民报吼，那一个记者吼，蔡玉豪吼，啊，写一篇文章吼。啊，迄、那个叫做课纲吼，争议吼、哦、太沉重啊吼、哦。啊，想问家己吼，咱台湾的东西南北吼、哦，啊在哪里呀、啊、吼、哦？嘿，这一个足有意义哦吼、哦。你讲吼、哦，咱过去吼、哦，咱你读册时阵然后，我是讲阮这个年代啦吼、哦。啊，阮这个年代读册时哦，嚯、哦！咱以前的教科书吼，拢讲吼，咱的领土吼，咱上最东啊吼，甲乌苏里江的吼，甲黑龙江的交界口吼，啊最西啊到这个帕米尔高原、喷赤河吼，啊上南伫这个珍姆暗沙啦，啊上北吼到这个萨彦林啦吼，哎、欸。听众朋友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咱这个世代吼、哦，阮这个世代啦吼、哦，我是这五四代啦吼、哦，50年代吼、哦，啊，1965年以前啦吼、哦，这就讲阮这个年代啦吼、哦，560吼以前啦吼、哦，啊，差不多吼、哦，咱一定这教科书拢有看到讲吼、哦。咱的最东界啦，最西界啦，最南边啦，最北到哪里啦吼？哦，这哦，这个印象足深的吼。迄阵考试呐无背吼，诶、欸、啊，这无背这这个这无分的历史无合格的吼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那个看讲即卖有时间吼、哦，相隔已经要40冬啊的吼。即卖国中的学生吼、哦，唔知讲吼、哦。啊，搁爱背这个八股的教材无啦吼？啊，那是讲吼、哦，要读这款教材，敢有意义嘞吼？咱会记讲吼、哦，咱这个马沙鲁啦吼，啊，马沙鲁这个黄若凡吼，啊，伊嘛伫这个客冈的这个中央公园吼、哦，咱高雄吼，啊，伊嘛起来讲啊，伊伫遐咧演讲的时阵讲，同学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台湾的河流，哦，最长的河流在哪里？哦啊，屏东最长的河流在哪里？哦，结果哦，真正有人唔知呢，哦，唔了解，无了解，讲哎呀，咱台湾哦，咱的最长的河流到底是在哪里啦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咱即摆想要来问的来讲哦，你敢知哦？咱台湾。本岛吼、哦，咱的极东、极西、极南、极北，然后咱的东西南北吼、哦，而且土地吼、哦，上这个指标的点伫对呢吼、哦。哎吼、哦，你想人讲哦，哎，咱今打随便讲俩，你随讲哦，要来看 Google 啦，要查电脑啦，等等啦吼、哦。你想问讲哦，你敢知呀？咱台湾吼、哦，东西南北吼、哦。是咱台湾岛哦，东西南北诶、欸，到底最极点吼，最极点是对咱的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阮民报的记者讲吼，伊讲我猜啦吼，会使来完整回答的人吼，一定无济啦吼。这是足有趣味的代志呢吼。若是有人吼会使答对吼，我相信吼，一定是有骑过。单车啦吼，啊，环台过的朋友吼，有真正去
走遍咱的台湾本岛的这人吼，啊，较有可能有了解啦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咱即下咱民报的这个记者吼，伫这咱民报吼文化这办内底有写吼，极难点哦，是屏东吼，这个恒春的鹅銮鼻呀吼，咱的极东吼，极难呐吼，当然咱台东嘛知道。鹅銮鼻哦，因为观光的一个据点嘛，吼，啊，这相信大家拢较知啦吼，啊，但是因为吼，这嘛是做重要的这个观光区呢吼，啊，那极北点的对，咱台北，唔是讲极北就是台北呢，啊，是讲是极北就是啥物吼，这个宜兰跟花旗呢，咱的极北吼是咱即卖新北市啦，哦，叫做石门的富贵角啦吼。所以吼、哦，你刚才讲，即咱的台北吼、哦，在网上吼、哦，诶，极北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即个最北的极北点的对，等于富贵角嘛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的人可能佫较少啊吼、哦。啊，你即马干嘛？知影咱的极西点的对，哦，咱上西边的这个点的对，哦，大家人可能会想讲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极西点。到底是不是伫即个嘉义啦吼，还是讲吼啥物山顶啦吼？唔是啦，即吼台南的七股吼，即个山顶的沙洲啦吼，伫咱七股的山顶沙洲啦吼。啊，上去吼，听听吼，无了解的是咱集中点，吼、哦，咱集中点大概想迄对，吼、哦，大概想伫台东还是伫花莲嘛吼、哦，是不是呢？唔对啦，是伫咱新北市吼、哦，共寮这个三貂角啦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看讲我这四个点吼、哦，拢有一个灯塔呢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可见吼、哦，咱对这个台湾的历史的这个方向吼、哦，啊，都佫拢无了解呢吼、哦，所以啊吼、哦，咱嘛是爱讲用鹅銮鼻吼，这当然是这上有名的吼、哦，啊，咱嘛。有隔壁这个观光区来去参观，啊，去参观还买门票呢吼，买门票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甲看拢吼、哦，一个宣传点啦吼，像鹅銮鼻大家知影，啊，就是因为你宣传嘛吼，因为观光爱买票嘛，啊，但是其他哦，包括这个富贵角的灯塔啦，三貂角的灯塔，啊，是这个极西的这个七股啊吼，而且圣灯塔哦。因拢虽然是免费哟、哦，哦啊，但是哦，恁大家嘛无了解，这是咱的哪一个哦？咱极西啊、极东啊、极北啊，吼、哦，还是爱点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哦，咱哈多哩讲啊，吼、哦，那你骑这个脚踏车的吼、哦，也就我车友哦，大概拢了解，这个单车环岛的这里程碑的吼。哦要单车环岛在里程碑呢吼，啊，那讲哦，这就是咱做有趣味的一个代志啦吼。哎、欸，台湾吼、哦，上有一个无靠海吼、哦，不靠海的灯塔在哪里呢？大家听众朋友更了解，台湾海拔最高的灯塔又在哪里呢？哇、啊，唯一不靠海的灯塔到底在哪里呢？答案就是伫这个。日月潭的灯塔啦，吼、哦，日月潭的灯塔是这个咱唯一不靠海的灯塔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嘛是咱海拔上高的灯塔，吼、哦，唔是玉山呢，玉山无顶高无灯塔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你讲哦，就是咱这个台湾吼、哦，有足侪咱的地理吼、哦，哦，咱这很多地理吼、哦，一定要了解。哦，你若对咱台湾的灯塔无了解哦，啊，这个，咱的极西、极东、极北、极南，你都拢无了解先哦。你敢会使讲你是一个台湾人，是不是呢？你会记吼、哦，咱过去，阮这个年代时阵吼、哦，啊，唔是讲其实阮五零年代啦，包括四零年代啦吼，佮较早期的啦吼，因当然哦，吼，迄阵。
历史的教材啦，地理的教材啦，吼，拢地理为主，吼，拢会甲你教讲啥物。咱的最东点乌苏里江、黑龙江的交界口，吼，啊，佮有最西点，咱帕米尔高原、喷赤河、上南的这珍姆暗沙、上北的沙燕林，嘿，黑龙江呢？黑龙江呢？对咱来讲，吼，迄是甲变作。唔知有一个历史的记忆无吼，啊，毋捌去过黑龙江呢哦，我相信大部分人捌去过啦吼，我是有去过啦吼，我过去有走过去黑龙江看啦，去过大兴安岭呢，哦，我嘛到过内蒙古，佮走过这外蒙古嘞吼，啊，当然我过去吼，到外蒙古迄阵去推动温泉时阵吼，啊，迄阵吼。我是为这个卢西亚吼，这个俄罗斯的吼，我用这个俄罗斯吼啊，背加这个外蒙古啦吼，外蒙古，而且嘛在外蒙古吼，其实嘛是用足侪温泉呢。你嘛讲哦，你想讲外蒙古，你想着恐龙蛋对不？哦，恐龙蛋，故乡呢，所以哦，你敢知迄阵迄个变动的年代哦，迄个足。咱无了解这个世界吼，恐龙的这个时代吼，哎呀，这其实吼，从含地壳变动啊，等等啊吼，啊，无你想看卖吼，哎，为什么外蒙古嘛，足侪温泉呢？啊，当然无开发啦吼，因无伫开发这温泉，啊，有嘛拢吼较少数啦，因为这个，咱这个过去吼，台湾叫日本统治过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日本吼、哦，因对温泉，有这温泉的医疗吼、哦，所以啊，看咱今嘛台湾足侪温泉，拢会讲，哎、欸，会使治啥物，治啥物啦吼，啊，为啥物敢写？一对种日本的帝国吼、哦，日本的帝国大学医学院，就是今嘛台湾的医学院呀、啊、吼，对、就是、过去的些日本地大吼、哦，拢有做过研究啦。所以日本的东京吼，啊，因做者东京地大啦，到目前为止吼，因吼会使讲这个温泉的医疗，讲就个就足好啦吼。啊，温泉要利用伫咱的身躯吼，要做咱人体的一挂保健的作用，这不是咱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啦吼。咱今天要讨论主要是你讲吼，咱过去吼有读足者咱的东西南北的国界啦吼。啊，结果吼、哦，讲咱东西南北国家在反思吼、哦，讲咱台湾的一挂咱个对家己的极东、极西、极南、极北吼、哦，咁了解的吼、哦。啊，那不了解的时阵吼、哦，咱是不是吼、哦，爱开始来正式讲吼、哦，这个课纲吼，是不是吼、哦，爱甲咱的一挂地理啊吼、哦，咱的历史吼、哦，含咱生活有关的吼、哦，啊，甲增加较侪部分的。安尼敢唔是讲，予咱台湾吼，予咱一挂咱的一挂少年家吼，因有法度讲家己来捌家己的历史、家己的乡土，吼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吼，咱也无管吼是开车、骑车，还是行路吼，其实吼，这种伫咱台湾岛内底呢吼，咱一定拢会使到的嘛吼，咱的领土吼。唯一上难去到达吼，上歹去参观的这个灯塔吼、哦，是这个金门啦吼、哦。金门的乌丘嘛，有这个黑色的灯塔哦啊，但是这乌丘吼、哦、是这个军事的管制区啦吼、哦。除了吼、哦，这个、常态性的驻军吼、哦，啊，加十几名这个驻民啦吼、哦，不是当地吼、哦，一挂居民吼、哦。啊，经过这个申请的审查，这个作业吼、哦，看有这个船票会使登岛呢。啊，通常是袂使去的呢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然后金门即嘛，因为吼、哦，含这个中国吼、哦，其实因为这个地点吼、哦、啊距离啦吼、哦，所以吼即嘛金门吼、哦、含中国实在是小三通拢足密切。金门怎样甲讲啦？毋是啥物战地啊啦。哦，你要看生人仓伫金门都要开这个饭店呢吼、哦。所以金门吼、哦，未来也是一个活跃的商圈呐、啊，安尼个形容应该是对啦吼、哦。啊，咱也都要讲吼，咱的历史啦吼、哦，咱的历史是毋是爱加较侪咱的一挂历史的记忆呀、啊、吼、哦？好，咱
家乡啊吼，咱本土的所在，唔只讲吼，咱的子弟啦吼，咱台湾的子弟吼，去读咱台湾的历史吼，咱是不是感觉讲较光荣的吼？是不是安尼？这是咱家的家乡嘛？比方讲咱高雄来住为主啦吼，啊高雄吼，咱上有名的当然是咱的爱河的吼。你看咱即嘛海洋首都吼，敢唔是用这个河海吼来做咱都市的印象？是不是安尼啊？所以呢，但是咱的一般的听众朋友啊，咱的爱河有偌长，你敢知？咱的爱河有上中下游，你敢知？我相信大部分人唔知啦吼。啊，但是唔知这嘛是咱家己的一个，咱家己的家乡的一个上好的一条河流的吼。这一条河流是不是吼、哦？我哩讲咱高雄的爱河啦吼、哦、啊，是不是爱河咱大家人吼、哦，更加来个正式，更加来个疼惜的哦。和咱的祖地啦吼，和咱的家乡的祖地拢来了解讲吼、哦，咱这个河流吼、哦，爱河的上中下吼、哦，啊过去的历史啦吼、哦，为什么过去有这个臭水沟哦？啊，到尾啊，以这个时间的转变。我、哦、啊，慢慢这个爱河吼、哦，变成这个城市的光荣嘞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其实吼、哦，咱这篇文章吼、哦，咱这《民报》的记者吼、哦，哎呀，足优秀嘞吼、哦。啊，伊讲吼，台湾吼、哦，全国有十几座的这个灯塔啦吼、哦，啊，都有足侪建造的故事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国中的地理吼、哦，国中的地理啊，历史的教材啦吼，那、哦、是讲吼、哦。给这款吼、哦、较有趣的故事吼、哦，啊学生的学习的这个兴趣吼、哦，一定足悬的嘛吼、哦，唔免去背什么哦，那七人太甚什么真母暗杀，哦、我这我记下下来了哦。你讲哦，真母暗杀个七人太甚呐哦，也就没有啊。有啥物人去过真母暗杀啦？是不是啊？啥物真母暗杀到底里堆啦？吼、哦，咱台湾的咱的历史的记忆内底吼，咱的最难点的不是真母暗杀呢吼，咱的最难点里堆啊吼，听众朋友啊，代表侬嘛知啊，肯定的荷兰比嘛吼、哦，那也是啥物真母暗杀，那是中国的最难点呐、啊、吼、哦，啊，中国的最难点和咱到底有啥物关系啊？哦。那是讲咱知影和咱有关的哦，咱应该有去过真母暗杀的吼，啊，都唔捌去过真母暗杀的，所以哦，咱讲哦，这是一个自欺欺人呐、啊，哦，咱自欺欺人，啊，今麦干咩个继续自欺欺人？今麦是什么时代啊？哦，所以这课纲哦，会使讲足侪争议啊，哦，咱教咱的学生囡仔，哦，咱的家长，啊吼、哦，咱的家长。把这个小朋友吼、哦，为这个幼稚园啊，都啊教去学校，啊教去学校了呢，到尾啊，伊咧给你教的，吼、哦，给你变成国立编译馆，吼、哦、啊，啥物中国吼、哦，这个用这个通牌这个书课啊来教咱的主题，安尼哪会丢？是不是安尼啊，听众朋友？咱的最难点吼、哦，伫这個肯定的荷兰比都唔是这个中国的真母暗杀呢吼、哦，啊咱呢，这个最西点里对，哈、啊，当然我们是即马要甲大家考试啦吼，咱的最西点里对，就是这個台南的七股这个山顶的这個沙洲啦吼、哦，哦，大家记住吼，咱的极西点吼、哦。伫这个台南的七股的这个山顶的沙洲啦吼，啊，咱即马吼极北点的对，伫新北市啊，哦，这石门的富贵桥，所以吼、哦，大家呐看到气象报告吼、哦，拢会讲到这个富贵桥啦，哦，啊是讲吼、哦，伫这个贡寮的三雕桥啦吼，都、哦就是安尼来啦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哦，大家知影讲，哎、欸，有滴讲到贡寮是伫咱的这个。极北点的吼，啊，唔只讲气象报告你讲的时阵吼，拢会即个用咱国土吼，一挂据点来做即个介绍。但是呢，安尼讲也是咱的民众吼，都唔捌去过呢吼，足侪人唔捌去过什么贡寮的，啊是讲去过即、這个，
什么三雕脚啦、富贵脚啦，啊，听着讲了就想着合适啊，哦，听着讲了就想着合适啊。今仔日安尼讲的时阵哦，咱是咪吼对咱的国土吼有一个较深入的介绍吼，啊，较基本的吼去了解讲着咱的国土啦吼，咱的国土到底是在哪里？所以这课纲干不是吼，啊才正式回归吼台湾史啦吼，啊当然吼中国史吼嘛是一个教材，但是中国史吼反而应该变成选修的教材较对嘞吼。你讲吼，反好黑箱的一挂学生吼，因伫迄个23号吼，冲入去教育部吼，啊警察吼用这现行犯逮捕啦、上铐啦。华专攻哦，一片哗然，所以少年一辈吼，对咱历史主这个知识吼，诶，这个要追寻的态度吼，会使讲哦，这新的一代吼，要渴望哦，要来捌这个土地历史的真相啊啦，哦，这咪讲哦，过去这微观的时代吼，讲哦啊，即马摕一本册叫你读就读，哦，咱最难点的真武暗杀啊，黑龙江什么会吼？哦，讲一寡哦，你大家吼、哦，家己感觉大家用足困扰的代志呢吼，大家人啊朗朗上口啊，真武暗杀，真武暗杀到底是对啦吼、哦，啊都无这个所在呢吼，咱的台湾岛呢吼，啊无这个所在，伊即马变成讲吼，要叫咱背讲这个咱国土的哪一个点呐、啊、吼、哦，啊所以吼、哦，这个叫自己在欺骗自己，哦，家己骗家己就对了啦。我骗家己讲哦，诶，咱的国土有这个中国啦，哦，咱的国家伫中国啊，你民邦嘛，哦，你若是即马国家吼、哦，咱的领土有法都管到中国的时阵哦，啊，你即马就要选举吼、哦，选中国的总统去啊，啊不，中国都无总统呢，哦，是不是呢？因为这個国叫做国家领导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咱个看讲哦，这叫做。不对等啊，哈！咱台湾跟中国不对等的这个一挂，政治啊、民主啦、啊、经济啊，拢其实拢不对等。哦，不但是不对等哦，那么人民嘛不对等，所以根本都不是一个天平嘛，哈、哦，不是一个天平的架构下卡哈啊，所以这是变那讨论代志的哦。所以哦，那一共什么九二共识啊、一中共和一中这个。共表啦，还是讲个表啦，是像即马洪秀柱会讲哦，哦，一中同表，唔知你表什么会啊？哦，听咧哦，真正硬气，啊，佮唔知你听讲伊表什么会？刚才问讲哦，即、這个国民党的政权呐吼，是咪哦？他们即个台湾的土地啊、民主啊、人权呐吼，就咱咱民部的即个陈永兴医师讲的吼。国民党的这政权吼，已经脱离这台湾土地民主甲人权呀！哦，哪有人吼，甲家己的课纲啊，家己咧加工咱的一个历史吼，含中国有关。唉，讲起来吼，真正足沉重啦吼。那民报记者写一篇的文章吼，哦，不但伊写了吼，互人感觉足沉重吼。咱家己咧播报吼，咱咧读咧做奖评吼，咱嘛听个足沉重的吼。为什么咱家己的主题吼，无多去家己收接受咱家己的本国吼，在咱台湾的这個本国史咧吼？难道吼无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？这吼就是咱国家认同吼，会足大的这个滑稽呀吼。唔只讲吼，李总统吼，真的是吼替咱台湾吼。我咱台湾有一个新的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历史的开端呐、啊、吼，然后民报的这个陈医师吼讲吼，陈讲这李总统哦是台湾的宝啦吼，而且台湾的宝吼替台湾做足侪代志，啊个足侪人个无了解，哦，就是李总统哦啊，今三不五时出来讲话吼，有啥物涂抹，啊人九十几岁啊已经。哦，你看脱下斑白，两肋斑白，吼、哦、啊，走去日本国会的演讲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后一段吼、哦，好好来给大家吼、哦，来分析咱的这個民报的主编，然后咱秋垂亮下来吼、哦，这個、李总统吼、哦，去这個国会吼、哦，日本的国会演讲吼、
啊，含咱我了解吼、哦，我了解一寡消息吼，等下《民报》创办人吼、哦，社长陈永仁医师吼，伊、欸、对李总统的了解吼、哦，咱伫后一段吼、哦，我伫咱咧继续和大家来分析，啊，继续和大家来开讲，哦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《民报》南部的特派员陈俊霖吼。啊，当然吼，本来想讲要先念邱垂亮的文章啦吼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我看看来讲，啊是先甲今仔日吼，咱《民报》的社论啦吼，咱《民报》的社论吼，啊，咱的社论嘛是写一篇足重要的文章，叫《李总统吼访日的意义重大》啦吼，啊，咱用一篇文章吼。来，大家吼、哦、来探讨吼、哦，包括咱民报的社长讲吼，这李总统是一个报啦吼、哦、啊，时间来有哦，咱较过来念邱垂亮的这个文章啦吼、哦，啊，咱再讲哦，咱今日民报的社论吼、哦、啊，讲这个李总统访问日本的意义足大足大呢吼、哦，咱再讲哦，这李总统哦，也是会使讲日本的人呢吼、哦，啊，台湾哦。即马有法多讲吼，对日本知日派吼，这样你要了解吼。哎，李总统叫伊一棒啦吼 ，Number One 就对啦吼，唯一的吼。啊，日本对台湾有重要无？当然足重要呢。日本对台湾的国安吼，因为这个美国吼退出这个台湾以外吼，美军吼即马无驻伫咱。这个台湾啦、啊、吼、啊，所以美国吼、哦、美日有一个安保的协议啦、啊、吼，所以吼、哦、美日吼、哦、美国和日本对台湾吼、哦，这个、外交国防吼、哦，也具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的吼、哦，而且吼李总统访问日本吼、哦，伫这个国会议员的会馆啦、啊、吼、啊，对这300多个吼、哦，日本的国会议员的演讲啊。哦，以这个题目叫做台湾的典范转移啊，哦，台湾的典范转移啊，吼、哦，不单呢吼，搁伫这外国吼，诶，记者的俱乐部吼，对这个公众演讲叫建立台湾主体性之道啦，吼、哦，建立台湾主体性之道，哦，啊，毛日本的媒体来报道吼、哦，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吼。哦有含这李总统哦，展开早餐的餐叙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咱台湾的报纸写的呢，这是日本的媒体来报道的呢吼、哦。啊，当然日本的媒体的报道吼，这、哦、权威媒体报道吼、哦。啊，你看咱直接电视啊，我看到讲吼、哦，安倍含李总统哦，安尼一前一后出来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李总统哦，在日本哦，受到这足管的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吼、哦。这是属实吼，阿马来西吼，日本人吼、哦、出自内心安尼欢迎吼、哦，这拢是一个足属实的物件啦吼。李总统伊访问日本吼、哦，实在是讲吼，伫、哦、台湾吼、哦，替台湾的未来吼、哦，外交的环境吼、哦，伫铺陈啦吼。吼、哦，这足重要嘞吼、哦。你若无讲吼，这李总统去替。这个咱台湾的外交吼、哦，替日本哦先去铺这个路啦吼、哦，啊，替咱的未来新的总统哦，诶，这个国际诶，这个战略吼、哦，来打这个基础哦，扎稳哦，扎根的这个重要性哦，所以哦，这不是一般私人的访问的吼、哦，李总统去日本当然不是私人的访问的，李总统是什么人啊吼？哦李总统是甲连日本都拢甲伊拍破啊，尊敬的日本呢。台湾有几个人吼、哦，会使真正讲，像李总统安尼伫日本受到遮尼啊大的欢迎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呢？咱来看吼、哦，中共吼、哦，咱想看卖吼、哦，直接东海啦、南海啦吼，伊、哦、这动作然后强势的呢吼、哦，啊这种、哦。中国啊，有一个“一带一路”啦，吼，什么“一带一路”？国个有亚投行啦，吼，那种大家要哦，要操作这个国民党吼，去别参与这个亚投行啦，吼，啊，这作为吼，拢成熟吼，这个、新的这个国际政经的战略，
哦，中国伫即南海、东海，哦，大家有看到新闻，拢嘛知中国伫遐咧起跑道呢，吼、哦，连南海的海礁岛拢吼一寡迄礁岩伫遐咧起跑道呢，哦，所以中国吼、哦，伊要来储备一些亚太安全秩序，吼、哦，伊要来扮演一个吼、哦，伊重要的即个角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美国吼、哦，伫即亚太再平衡吼、哦。买愈来愈大，吼、哦！中国开始咧威胁着这個东海、南海，吼、哦！所以美国，吼、哦，你也知影，美国伫菲律宾嘛有驻军咧，吼、哦！所以美国也亚太再平衡，吼、哦，也这個力道嘛愈来愈大，吼、哦！所以吼、哦，因要来支持吼，甲、哦、菲律宾啦、啊、越南啦、啊、澳大利亚啦、啊、印度啦、啊，吼、哦！因家的国际吼、哦，来强行来做这個合作的关系，吼、哦，要运作这個国际的关系，然、哦、后我就讲哦，美国哦，伫这菲律宾的驻军呐、啊，哦，啊越南呐、啊，哦，啊澳大利亚、印度、啊，然后拢强化这的关系呢，吼、哦。就说美国吼、哦、和日本吼、哦，这個、同盟吼、哦，因这個改革吼、哦，买西方的击破吼，因为中国吼、哦、开始的对这个。东海吼、哦，安尼目睭吼一直咧看向这个南海、东海的，所以美国嘛开始吼、哦，咧注意吼、哦，这个、中国的动作啦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来怎样讲吼，美日同盟吼、哦，这是足重要吼、哦。不管是讲吼、哦，伫平时啊、阵时啊，还是讲吼、哦，一个灰色的地带啦吼、哦，这吼、哦、美国吼会使讲以。不容许他有模糊啦，哦，那会使像讲哦，咱台湾吼、哦，你讲即个咱伫太平岛吼，讲咱伫南海有太平岛，但是吼、哦，其实叫做模糊啦，哦，就为啥模糊？中共哦，那一天吼、哦、要甲你架起来先哦，你敢有野法？哦，所以吼、哦，等下一挂驻军呐、啊，敢有迄个力量去保护这個？太平岛，卖讲啊！这個中国要甲你吞这個太平岛，就算是菲律宾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吼、哦、其他的国家，南海的国家吼、哦，印尼啊，还是越南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茫想讲吼、哦，越南因即马诶军事无够烂嘞，吼、哦，你讲越南的武力也很强大嘞，吼、哦，啊，不但是安尼吼，你甲看哦，这啊，东南亚吼一寡。东协十六国啦吼，因已经有一个同盟，所以吼、哦，伊这区域是一个再平衡哦，是足重要意义呢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李总统咱咧讲吼，伊去日本的时阵吼、哦，会使讲吼，对这個外交吼、哦，这個、新的总统吼、哦，要打下一个基础啦。美国吼、哦，伫这個印度洋、太平洋吼、哦，以这個再平衡的策略吼、哦，有一个三边化的曲线。哦，有一个三边化的趋势、啊，然、哦、后就是讲、哦、美日同盟的基础吼、哦，要个发展日韩、美日澳、美日菲、美日印度吼、哦啊、甚至吼、哦，个包括未来吼、哦，即、这个、美日越南吼、哦，美国、日本、越南吼，伊即马变成讲美日越同盟、美日印度同盟、美日菲律宾同盟、美日澳洲。澳大利亚同盟、美日韩同盟啊，还有美日台同盟，吼、哦，是不是？所以美日台这个、台湾足重要呢，吼、哦。咱台湾若无这伫、个、这个、趋势，吼、哦，啊个变成美日同盟加一呀，吼、哦，有无个加入面吼，无这个三边关系吼、哦，啊，对咱是个足大的损失呢，吼、哦。所以美日同盟加一呀，吼、哦。需要强大这个美日同盟，就是讲美日若要美国、日本同盟去加咱台湾啊，吼，当然美日因这个力量爱有够大啦，吼。四月底吼，因有公布一个美日同盟防卫新指针呐，吼，啊吼，叫做美日同盟加一架构的基础啦。啊，我这个新指针吼、哦，有没有确定吼、哦？确定吼、哦，美日同盟这个涵盖的范围扩大化，加这个常态化，吼、哦，所以爱强化吼、
这日本是美国日本同盟吼，这主动的角色。日本的这美日同盟吼，嘛靠有足大影响力啦吼。所以这不是讲吼，过去认为讲美日同盟美国你支配吼，日本吼跟随吼。过去嘛讲吼，美日同盟是毋讲日本嘛拢听美国的，不是安尼了，爱去强化日本的角色。咱未该搁停留吼，伫过去美中台吼台海安全分析的框架吼，咱爱用美日同盟啊中台新三边关系，听众朋友听好清楚无？美日同盟吼是一边啊，中国一边啊，台湾一边，安尼叫做新的三边关系呀吼。用这新的三边的关系吼，咱台湾靠主体性啦吼。不是安尼呢哦，咱这个对日本的关系哦，伫这个台湾国安的战略这重要性哦，还要再度来提升啦吼。咱的国安战略一定要提升的吼，别啊纯骂的，即卖已经甲台湾用啊，咱个国家等于无战力呢吼。咱刚才你问看嘛，讲诶，咱国军哦，够这战力，当然咱国军拢哦训练甲袂歹人，但是咱袂歹人，对方嘛袂歹呢。哦，咱也袂歹伊啊，对方袂歹，咱就个比人较歹呢。为什么咱大家足济吼？因为咱即卖少年家啦，新时代吼、哦、啊，虽然地形吼、哦、拢有足大的进步啊，但是拢挂目镜咧吼。大家人伫这山西的科技的时代内底，大部分大部分拢挂目镜。你即卖去买教室内底吼，一般的高中啊、大学，看有几个教室内底吼，有偌济人咧挂目镜啦。我做我常常讲一个朋友讲笑话讲吼，万一后一天吼，这台湾和中国要不得一战的时吼，最后一战的时吼，啊，咱大家吼拢挂目镜，啊，日本吼，那美国啊和台湾无建立一个三边的关系吼，啊，来支援台湾吼，变成一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吼，同盟的力量吼。啊，像中国啊，拍一个飞弹来的时阵哦，啊，虽然咱的新时代拢做兵的，啊，但因大家拢挂目镜的，是不是啊？挂目镜的时阵，阿边呐，伊这飞弹拍过来，咱们大家目镜拢震破，咱的眼睛拢和这個飞弹大声吼，啊，用啊，大家拢震破，啊，震破的时阵，啊，咱边呐啦吼，咱的国军哦。啊！大家人挂目镜啊！即马火飞弹的声用啊破伊，大家拢震碎。啊，毋就哦，中国的军队拍过来时，咱就往后走啊，无变呐吼。大家要挂目镜咧，啊挂目镜，目镜去容易用破伊，啊毋看无啊看无，毋就往后走，紧走，是毋是啊？你要走就走无路。台湾就一个尔，你是要走去倒？所以吼、哦，当然你讲吼。台湾日本吼、哦，含台湾美国啦吼，咱这个关系爱变重新的架构甲整合，然后哎，唔只讲吼，李总统去日本吼、哦，是有足重大意义呢吼、哦。然后咱知讲明年五月吼、哦，菲律宾哦啊，美国十一月哦，伊嘛是要大选呢吼。你知道菲律宾在每年五月份啊，美国在十一月份吼，嘛、哦、用总统大选。美国、菲律宾吼，现任的总统拢准备要落台呢吼，而、且表示讲吼，台湾的新总统吼、哦，咱台湾的新总统，那伫这五二零就任呐吼，哇、哦、啊，五二零就任吼、哦，你也发现讲美国加菲律宾吼。哦嘛，拢处于这个看守状态，哦，因为咱每年吼、哦，咱年底诶每年吼、哦，选举了啊，到五二零就任啊，就任了的时吼，菲律宾嘛，你准备选举，我、哦、菲律宾代表这个南海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十一月美国毛总统会大选，啊，所以嘛是看守的状态呢吼，但日本无啦吼、哦，日本伊未出现看守政府。哦、所以日本吼、哦、会更加愿意吼来倾听吼、哦、咱台湾外交吼、哦、有一寡有帮忙的所在吼，所以啊，日本对台湾有重要无？吼、
在日本因在咱每年个五二零吼，有应该就是小英就任以后吼，啊，即嘛美国啊准备要大选，啊菲律宾啊要大选，但日本吼啊无大选，日本有一个吼，所以安倍伊即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呢吼。那要强化咱台湾和日本合作吼，要来促进一个有对台湾有帮展吼。而且枯硬吼，要来出现哦，啊，就变啊，实在讲吼，咱台湾上重要的盟邦吼，我就是日本啊，你吼，所以嘛，李总统伊即届去访问日本，吼，伊就是替咱未来吼，咱未来两年呐吼，也是讲吼，咱台湾外交的这個核心的关键吼，对日关心吼，要打下这个打桩。下锚啦吼，上回打桩下锚，即咱起大楼啦吼，起工业区啦吼，哎，有即打桩下锚啊吼，弄下即开工典礼嘛吼。特别是吼，李登辉吼，甲日本的歌展吼，因即个会面吼，虽然哦，弄即日本的官方无证实啦吼，啊嘛无否认呐。是不是？啊，无看日本的这个内阁大臣，啊是讲安倍啦，啊是讲吼，引出来讲否认，讲吼无啦，无这件代志啊吼。所以吼，日本的立场啦吼，啊，会使讲日本吼，因对咱这个台湾吼，会使讲这个政治互信吼，足重要吼，政治的互信。李总统吼，访问日本吼。啊，就有一挂通牌啦，啊，一挂哪下的人哦、喔，伊得揢这李总统讲钓鱼台属于日本吼，安、喔、尼大做文章啦吼，钓、喔、鱼台属于日本吼、喔，大做文章。啊，过来讲哦、喔，这是李总统哦、喔，媚日叛国啦，还有铁证哦，马建户哦，啊，过来宣称讲丧权辱国。讲起安尼哦，我其实哦、喔、是。啊，好啦，你若讲李总统丧权辱国吼，啊不你骂的吼，你骂总统，你骂研究你即马随开船过钓鱼台嘛？讲甲钓鱼台，讲迄是你咱台湾的安尼嘛？是不是安尼？属性吼，哎，正是一个现状啦吼。钓鱼台咱即马敢是安管的吼、哦？当然这有历史的一挂意义啊，等等。但是即马咱属性咱管袂着钓鱼台嘛？你敢有法度把咱的船开去钓鱼台内底插国旗？吼、哦，你敢有法度把咱的这个飞行机飞去中国？吼、哦，飞去中国，还是讲把咱的战船、吼、哦、咱的战舰啊飞去中国的海域？拢无嘛？这表示啥？中国都唔是咱管的呢？是不是？刚才讲咱的历史课本，跟你个下讲，哎，中国是我们的哦，中国的最南端是在真武暗杀，所以真武暗杀是我。们台湾的最南端，这个胡扯淡嘛，干不是叫做胡扯淡？咱的最南端根本就是荷兰比，那是真武暗杀、啊。哦，啊，当然中国的最南端是这个真武暗杀啦。哦，啊，钓鱼台到底是谁的？哦，咱姑且不论了哈、哦。目前确实我们的飞机战船没有办法到钓鱼台，因为基本上你不能通敌呀、啊，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虽然吼、哦，嘛未讲吼同意吼、哦，钓鱼台属于日本啦、啊、吼、哦，因为一寡历史的记忆呀、啊、吼、哦，啊日本的典章吼、哦，啊但是吼、哦，李总统对这枯叶的法理的认知哦，那我个人呐、啊、吼，无我代表，我唔是代表民部，嘛唔是代表吼、哦，什么立场啦、啊、吼、哦。但是我做支持李总统，李总统讲这个法理存在吼、哦，我认同。等到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咱的船干我都开去钓鱼台，咱的渔船要开过遐，都爱去皇冠啊嘞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台湾啊，过会好的不得了啊呢。台湾啊，我都会变成一个新国家的不得了，咱个关卡真武暗杀，关卡钓鱼台，是不是啊？你太平洋吼、哦。你的太平岛，然后你要管得掉的就搞完了，哦，你啊太平岛对外认知来对吼，等那金门赶快呢，哦，金门哦，金门了、啊、吼、哦，
你讲迄是咱台湾台澎金马，但是你甲看吼、哦，金门哦，即马连水都无啦，吼、哦，伊个自来水吼、哦、足少足少，所以伊爱接受这個中国的自来水啊。哦，中国要输送这個水源到这个金门，哦，啊、所以即马金门变成小三通呢。足老热的所在，所以吼、哦，包括沈腾昌要伫遐起这個金门的大饭店呢吼、哦，要伫遐起饭店，听众朋友啊，那照这个趋势啊吼，照这個分析，到这趋势啊吼，到尾啊金门啊，有可能失守。过去金门是因为吼、哦，咱的战地的一个足重要的所在，所以吼、哦。唔加工，咱有军书哦，咱有驻军。阿爸伊阿是讲哦，金门变成一个观光岛哦。啊，变观光岛还行哦。驻军的开始撤退。啊，是不是讲咱这岛哦，有一天去有中国吃米哦？哦，这不是讲我为人耸听哦。过去哦，两蒋的时代哦，甲话要反攻大陆。哦，啊，咱有一个三年准备啊，什么有诶无要反攻大陆吼，啊，所以咱国军呐、啊、吼，迄阵咱所谓国军吼、啊，所以吼、啊、兵强马壮，中国去小看惊你哦，是不是安尼？中国也会忌讳讲哇，是毋是台湾的武力吼、啊、强大呢吼、啊？啊，美国毋知有互咱什么武器无通知诶呢吼、啊？所以中国会惊你呢吼？啊卖公家来预防啦吼，甲党诶吼预防诶，遐重度来预防。啊，你若今仔日吼，规个家己武力军事吼，拢甲撤退诶时阵，啊，你是毋是讲吼，咱等于讲吼，家己自我缴械啦吼，甲咱武器吼，拢家己规个拢甲等你头壳，伊讲咱免武器啊，啊，你敢毋是要投降？敢毋是安尼？所以哦，咱你讲，你若要管哦，这个钓鱼台哦，这是一个议题啦吼、哦。过去这马英九底下话讲保钓运动啊，吼、哦，话个话大声，你好好啊，大声，你即马去保护钓鱼台嘛，是不是？你即马开中华民国吼、哦，咱台湾的国军吼、哦，甲开开这钓鱼台，看你干无？哦，啊，毋就叫做保钓运动哦，啊，你做未到。哦，你在是咪讲啊？华理认知上讲，哎，钓鱼台即马顾袂到呢吼，咱即马顾袂到呢，啊，中国的蒙古人敢顾会到？卖讲啊，蒙古，你连广东、香港你都管袂到，哦，咱即马都无法度去管中国的土地嘛，啊，无去管伊的土地，是毋是咱的靠港啦吼？是毋是就卖下啦吼？唔免去写中国啊，中国甲画一个图就好啊，一个图。哦，啊，当然，人要看中国的地图，还是讲伊的中国的地理，啊，就上 Google， 哦，啊，电脑查解都有啊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伫咱的教育的课程内底吼，变作改讲一个通论啦吼，就是讲有介绍讲，哎、欸，中国嘛是一个国家哦，哦，啊，中国嘛是一个土地哦，嘛有一个土地国家人权吼，啊那那啊，无啦，都讲我们的国家吼、哦、人权吼、哦，中国是无人权的啦。哦，中国你也唔讲有领权，哦，你无领权的国家哦，唔是一个善良的政府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这些讲啊足沉重。本来哦，人家看讲哦，南洋干妈政府哦，因哦一直咧讲哦，即马存一中共表哦，等那些洪秀柱要选总统。爱要选总统啊，伊就代表国民党啊咧，是干毋是？根本上难咧吼，最难的政难哦。伊讲这总统表，讲中华民国不存在，我、哦、咧认为讲中国对台湾咧瞄准的飞弹吼，对台湾的海权、对咱的海峡安全无影响。中国对台瞄准飞弹，对台湾的海、对台湾的安全没影响。你是咧讲什么话啊？吼、哦，洪秀柱。哦，你这蓝营啊，你马先生，你讲的是什么话？台湾人敢听落？哦，咱今仔日哦，要和中国和平哦，我相信大家人拢相信讲，大家人拢信任和平嘛，吼、哦，喜爱和平嘛。啊，但是中国跟你讲，伊对你台湾要和平，你敢要信？你若要信的时阵吼、哦，
你国民党，你这马总统，你这洪秀柱，你敢对得起两蒋？哦，你敢对起这个蒋介石、蒋经国？哦，咱台湾海峡的中线哦，的航道哦，这大家拢通人知啦吼、哦。你这中国随便给你改就给你改啊，你吼。到尾啊，因真正哦。你看，因看你这两头亲骨的哦，你这台湾都无战力啊嘞吼！因飞行机吼，到尾啊，即马因反过来，因飞行机因的战船招过来，甲你台湾讲，台湾是他的哦。因即马保台运动，所谓保台，中国要保护，唔是要保护台湾，是中国要占台湾呢，要统一台湾呢。所以我都没讲哦，你慢叫你也是较有架势的呀吼。你别来批评李总统吼，你唔成功，你要保钓运动，你唔得甲这个船开去保护钓鱼台。哦，你即马要开去钓鱼台，你还未到遐时喏，你就出问题啊嘞吼。所以哦，你慢讲哦，底下你存这個口水战呐吼，底下你耍嘴皮，讲你讲这钓鱼台是啥物人会较有意义？无意义的代志一直讲吼、哦，所以哦，你拿牙甲这马政府一直讲哦，会使讲就是促统反台啦，哦，促进统一反台湾独立呀吼、哦，反台湾建国啦，我卖讲个独立建国，你根本就要台湾上有中国一样呢，哦，咱不是讲咱无尊重宪法嘛，讲哦这個。国民党这阿爸法西斯独裁吼，就已经要让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甲 say goodbye 呀呢吼，要甲这個国民党结束呀呢吼。啊，但是这言论哦，要来美丽总统，我讲国民党要美丽总统，实在吼，美丽总统好歹嘛做过恁国民党的主席，哦，啊，你国民党这嘛现任的一寡。一寡小将啦吼，啊，别骂李总统，你无这个啊！李总统爱台湾，我相信吼、哦，大家人拢知影吼、哦，啊，咱是咱台湾的光荣啦吼、哦。啊，今仔咱讲到这吼、哦，啊，明仔继续吼、哦、来讲其他的议题啦吼、哦。啊，祝大家晚安。